全世界稳定器都在解决一个问题：灯光、收音。无线麦克风在这里，指向麦克风在这里，无影灯在这里。这个合理的配置造就一件事情：从此你的作业就不会有线路卡机的问题。你要装萤幕呢，我可以在这里再帮你装一个萤幕。你要装remote control呢，在这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很好的remote control的一个平台，抓着对焦、摇杆、录影模式控制。当然呢，你可以弄得更舒适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瞧一瞧就可以了。怎么个瞧法呢？各位看一下，我瞧给你看哈。啊，我 boss 一向很会瞧的哈，瞧一下，瞧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明白？啊。只要很会瞧，只有很会瞧的人才有办法这样用哈。啊，你瞧一瞧，这样就握得更舒服了。好，抓着又能够控，又能够对焦。那为什么不摆右边呢？因为焦在这边，所以这个地方摆在左边是合理的。好，再来，持握方式。我建议一上一下，千万不要这样用。这样偶尔用用可以，这样子是最舒服的，呈现打拳击的状态。你有看过拳击手这样打拳击的吗？就是因为这样的力量不好施展，而且费力，所以小时候老师惩罚你，怎么惩罚呢？叫你这样拿。但是你如果这样拿，你可以撑很久。你这样拿，你能撑得多久？我不相信。所以这样子拿，好，这样子指向麦克风有了。无影灯有了，这个 mini mic 有了，还预留了一个热靴给你。但是呢，在稳定器上我们就不想装太多东西。整个的一个搭载呢，称之为 LA01 套件。那目前呢，产量有限啊，我们的车件产量有限，暂时先给会计师这个客户呢先行购买。看好，锁定，来哦，未弄车，未弄车，未弄车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未弄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低角我可以拍得很爽，指向收音完全正确，灯光补得完全正确，整个作业模式形成了一个完全合理。完全合情合理的一个作业方案。那么这里可以做一个角度控制器的那个旋转的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灯啊，荧幕架，荧幕架，我们可以做那个荧幕架给你。那么你就可以在不管你怎么拍，你都可以看得到荧幕，因为荧幕就在这个位置，荧幕我们会帮你固定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固定在这个位置，你就很轻松了。再来，我们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叫做大拇指的支架。这个大拇指支架呢，多猛呢，等我一下啊，大拇指支架就会变得这么猛了。OK 的，这叫大拇指控制支架，大拇指控制支架，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支架上做出一件很不错的事情。什么样的不错法呢？在持握的过程当中，手可以完全触摸到整个荧幕。目前全世界这件事情无解，好，无解，你必须悬空去弄它。但是有了这个支架，白贝，白贝，好，你有了这个支架之后呢，你就爽了哈，多爽啊！那你不用体感控制器的人，你双手持怎么办？买一支便宜遥控器，可以录影，按一下拍照，按两下录影。上下左右 ，Sony 相机可以 run in run out， Sony 相机的电动镜头 run in run out。以上呢，整个 Quen 的配置，我们又加注了它各项的合理使用元素，就是让你的大拇指可以轻松的在两端控制你要做的任何事情。目前为止呢，这一类的方案呢，其实在全世界呢，都在这个部分。
有很大的缺陷没有解决。那么我们解决掉了手指的全角度控制，好，再来解决掉了收音补光搭载在机器上的一个运作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告诉各位哈，线路会是你很大的盲点。那么再来 HDMI 图传可以架在这个地方，多就留一条线。那么这个很快速的装载，你一取下来就整坨收到包包里。这个配件呢，会让你很方便。那灯光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，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基本上啊，什么亮？光线直线的位置非常的好，但是一定要加柔光纸，而且不能打太亮。好，还有一个重点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告诉大家，它不单单是灯光，在大白天不补光的时候，这里就变成读稿机，这个位置可以调整，我们会帮你做依照您的需要做它的高度调整。好，那么你什么机型，我们帮你做什么样的对应支架。好，那么有没有通用的呢？如果做通用的话，就会撞车，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漂亮的闪躲，躲开躲会躲不开。现在是完美的闪躲，完全没有挡到。以上呢，跟大家报告。还有另外一件事，灯不坐在这边不可能。灯你如果坐在这个位置呢，坐在这个位置呢，会撞车。装在它这里设计的这个孔，麦克风装在这里，任何装在这里的都会弄掐。那么我们现在设计的是不弄掐。好，灯装在旁边呢，角度不对；麦克风装在旁边呢，要拉线。那么种种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。现在会计师 LA01 套件彻底解决了各位的问题、各位的难处。合理到什么地步？好，让大家瞻仰一下这家伙的厉害。目前呢，只要大一点的稳定器，我们都可以提供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哈，帮大家装载出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厉害的家伙。嗨，你好。挑娃娃太可爱了，请他们挑娃娃。真的，这是送给妹妹的，妹妹一人抓一只走。哦，好漂亮哦，烟。借我抱一下。那右边是我女儿。好，这个不是我女儿。妹妹来，阿伯抱抱。你拿着漂亮的娃娃，我们来看看漂亮的漂亮的。上镜头。来，我们上个镜头来。哇 ，boss 呢最喜欢女儿了。好，为什么呢 ？boss 的女儿不跟我讲话，所以呢看到人家的女儿特别的开心。妹妹笑一下，喜不喜欢这个娃娃？好的，这娃娃送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妹妹你也可以拿，好，一人送一个娃娃给你。太开心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这个介绍呢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个稳定器使用上，面对您所提出来的问题呢，我们都会用心的去克服、去解决它。那么，期望能够做出全世界方案最多的公司，让你们在器材使用上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